那是帝国的铁血军队，铁血飞鹰部队。延姬，小姐，将军在天宗殿等您会合。走吧。我去，兄弟，你认真的吗？就这么让人家走了？算了。疼。陈天，我看得出来，延姬的眼里充满不舍。 因为是女孩子，所以不好开口。但那一定很希望你能送送她的。玉云，谢谢你。陈天，加油啊！哎呀，这一别，已经18年了呀。是啊，下一次不知何时能再相见。问天师兄，那么我该走了。 快女儿，这些年受苦了。妍儿才不苦呢，除了一个家伙。谁欺负你了？需要我替你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就出发吧。妍儿，你是不是？妍姬。 这小子吗？等一下，父亲！想碰我女儿，先欺我这招！御魂咒甲！你还来做什么？滚回去！你这混蛋！对不起，在我家乡，轻易许诺的男人不值得信赖。但请你相信我，无论未来如何，我都要娶你为妻。 你叫陈天，没听过的名字，看你的服饰只是个内门弟子。柳将军这般人物，也在乎表面吗？<笑>小子说的不错，不过想娶我女儿，你面对的竞争对手或许比你想象的更可怕。内门核心又如何？我相信自己女儿的眼光。这个世界比我强的人很多，如果再次退缩的话。 陈天有什么资格让延姬做我的女人？哼哼，好小子，那就好好证明自己吧。啊！我都对柳大将军说了什么呀？感觉好丢脸啊！嗯，这有什么丢脸的？本帝觉得那样才好。嗯，主人刚刚那番话很帅哦。是吗？ 还要半年时间，我想外出历练，我要为自己夸下的海口负责。哎，本帝也觉得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陈天，这宗门里人心错综复杂，早点脱身也好，向更高的地方展翅高飞吧。哼、嗯。啊，陈天，吴昕师兄，你也要离开了吗？你们在山前多关等我。切，可恶的陈天。陈天。 没想到短短时间内，你实力飞涨这么多。这次我要回圣院了，那里规矩严格，我不能迟到。陈天，如果可以的话。 那么后会有期，里面会是什么？啊，陈天，你到底……我与无心发誓，今生都不会与你为敌，甚至是你的生死兄弟。左老，这些日子承蒙您的照看。好了。 一个大老爷们别扭扭捏捏的，走吧。回头告诉胡老头，有空来看看我。虎牙师兄，你也要走了？呀，陈天啊，陈天，那晚偷袭我的人就是你吧？你可别以为我虎牙会这么算了。
之前在他面前使出麒麟臂的时候暴露了吗？臭小子，吃我一拳！陈天，我很欣赏你，有缘的话我们在皇城相见了。那虎牙师兄，你也要去圣院吗？再会了。虎牙师兄，一路保重。陈天，你武士巅峰了吧？小祖前辈，晚辈是来告辞的，想外出历练半年。你在宗门惹了不少人，一旦走出宗门，那些人很可能会趁机对你下手哦。左前辈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晚辈会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宗门的。陈天，你确定要去古江月？那里可是不属于帝国管辖的无法地带，实力强悍的人在那开辟疆土，成宗立派，虽然逍遥快活，却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。我了解，那里是连帝国时节都不会轻易前往的地方，但我意已决。陈天，有人偷袭！陈兄小心！啊！这实力，难道白明对什么境界是？七重武宗。啊！他就在前面的位置。铁兄，对手是七重武宗，你不要出手。什么？难道你想独自？没错，我想试试这武宗强者的实力。超远距离逆风拔剑术。啊！从这么远的距离，陈天，你已经知道敌人的位置了。海明，继续确定敌人位置。师匠，帮我调整攻击路径。狂妄！主动送上门，试试。我陈天应该没得罪过你吧？我乃石门赵家的赵子云。陈天，你是石门的敌人，我已经不能活着走出宗门。你若是自尽，我可留你全尸送回陈家；否则，你与陈家都将不复存在。想杀我？就算是大武宗，也得看你本事了。你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真是入微，你小子确实是百年一见的天才，可惜钟兆云落在我手上了。三千飞翼，需要我们帮忙吗？不必。黑暗元玉魄，是。啊，那把剑是好邪门的气息，对付他不能隐藏实力。什么？这黑暗空间到底是千叶刀魂、三千刀芒？我的敌刀被黑暗吞噬了。这就是你想瞧我的下场，荒芜吞噬诀。我的手被砍了。怎会这样？我的元玉魄也消失了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竟然对一个武士竟感到……想杀我是吧？很可惜，死的人会是你。我不得不承认你很厉害，能把我逼到这个地步。武宗逼到自爆，你也算是帝国第一人了。你是死灭成军。不好，他拿自己的火焰自爆了。